你来得正好，这小子一直在拜托我救救他的兄弟，我说这里不是医院，他居然举起手中的动力冲击锤威胁我。他的意思是想修理这个动力冲击锤，并不是威胁你。谢了伙伴，还是你理解我。他的伙伴是这对动力冲击锤？年轻人真是越来越难懂啊。昨天我还见过一个人，非要说手机屏幕的角色是自己的妻子，现在又遇到和动力冲击锤称兄道弟的怪人。你说我老婆怎么了？我们还是来看看这位先生的动力冲击锤吧，请问他有什么故障？兄弟，他不能说话了。扬声器很容易在冲击锤的震动中损坏吧？不过真有人会在冲击锤上装语音模块吗？他是说动力冲击锤不能动了。原来如此。我的兄弟连饭也吃不下了。原来动力冲击锤是会吃饭的吗？动力冲击锤无法充能了。哦，我明白了。请你救救他吧，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都好，哪怕要捐献我的器官，我真的不能再失去他一次了。他这又是什么意思啊？动力冲击锤对他很重要，无论花多少钱都求求你修好它。啊，这个动力冲击锤这位动力冲击锤的情况我知道了。你用了多久了这位锤子？很久很久。兄弟他陪我穿越了无数的空洞，与千万的蚁骸奋战。充不上电大概只是由于电池老化，倒不是什么大问题。不过考虑到更换电池的价格，我推荐你还是换一个新的动力冲击锤。三门集团的新款如何？电池容量巨大，超长续航，即使被困在空洞中一个月也不用害怕。你刚刚让他抛弃他的兄弟，安东是绝对不会做这种事的。你刚刚让我对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兄弟不在的时候有你真是太安心了，无论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，我只想让他回来。你的心情我感受到了，或多或少吧。放心交给我吧。你回来了，我的伙伴，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冒险没有完成，我是不会让你先逃跑的。嘘，你刚刚恢复，还是少说话，多多的休息吧。他刚刚是不是手动把开关关掉了？他刚刚用手合上了兄弟的双眼。这里可以不用解释的。真不知道要怎么感谢你才好，兄弟的救命恩人，这是酬劳，请收下吧。这么多？额外收费是没有经营执照的商家才会做的事，请严格按报价标准付费。和兄弟的生命相比，这些并不算什么。以后你如果遇到什么危险，我和兄弟一定会为你赴汤蹈火。你的兄弟就是我在六分街遇到的最大危险。不过还是感谢你的好意，希望你的这位兄弟身体健康。谢谢，你这次可是帮了我大忙，没有你真不知道兄弟怎么办才好。唉，我已经习惯其他人都把我当成自言自语的怪人了，只有你能透过兄弟的外表看到他的灵魂。离开的朋友会把灵魂留在信物中，这一定是对你很重要的东西吧。你似乎见过这样的事情，所以才能这样理解我吧。果然我们的相遇是命运。今天的报纸还不错，生活版推荐了好几家店，哎，有空去看看。拜拜。
今夜恰逢满月，能在这样的月光下和你相遇，是我的荣幸。月圆之夜，是不是会有什么事情发生？您是指那些旧文明时期流行的奇怪设定吗？在月圆之夜会变换为危险的兽类，对着满月发出野性的嚎叫，无法克制自己的攻击欲望。请放心，我并不会做出这些粗野无礼的行为，至少在您的面前不会。总觉得这话信息量好大。您是维多利亚家政重要的合作伙伴，因此我永远不会在您面前做出这些粗野无礼的行为。实际上我只是单纯因为失眠出来散步而已，让您见笑了。没想到莱卡恩竟然也和我一样失眠了。如果您现在有空的话，是否愿意陪我去一个地方？那里的夜景非常不错，只是需要费些力气才能到达。可以啊，反正我现在没什么事。感谢您，那么请宽恕我的失礼。每次失眠的时候，我都会来这里吹吹风。虽然并没有什么科学的佐证方式，但是这里确实能让我觉得安心。之后再入睡的话，就会变得容易很多。怎么感觉像是在传授治疗失眠的方式？如果您不怕高的话，可以在这里走走，能看到很多漂亮的景色。你没事吧？莱卡恩，看到我被绊倒，你很开心吗？怎么可能？您误会我了。但是刚刚你的尾巴在动呢，耳朵也是。您一定是看错了。我没看错。您看错了。这家伙完全不想承认呢。可能因为我受到了满月的影响，能量有些躁动，您不必在意。明明看起来就很开心嘛。时间不早了，我送您回去吧。晚安，希望这个天台所拥有的治愈失眠的能力对您也依旧有效。等等，你怎么知道我也失眠？这个时间还在街头游荡的人通常很难拥有健康的睡眠习惯，我是这么推测的。被说中了。看来我的推测确实是正确的。那么祝你一夜好眠，再会。
Thank you.
离远点。
Time's for a bit deception to take it. Should I special ride? Oh, yes, good time.
你来了，快帮我担保一下，我们狡兔屋可是堂堂正正诚信经营的，怎么会赖账呢？我可以证明你可是很有信誉的，看吧，有人给我担保，再过一会儿我马上就能还钱了。什么？你要给妮可担保？你们两个什么关系？该不会是一伙的吧？绝对不是啊，我和这边这位是绝对清白无瑕的合作关系，仅此而已。这么说才有鬼吧，你们都不准走，今天要是还不了这20万，老子就废你们一人一只手，还剩一只手能牵在一起，老子很仁慈吧？我应该是无辜的吧，这件事好像和我没什么关系。终于找到你了，狡兔妮可，差点又被你骗了啊！你之前用来抵债的以太物质经过鉴定只值30万，但你欠的债可是有50万。这，哎呀，您先消消气，肯定是我那群不懂事的手下办事不力。我最近入手了一批高价以太物质，但那些家伙竟然没确认具体价值，随便拿了一块应付您。您稍等，我马上叫他们把剩下9块送来供您挑选。行，最后相信你一次吧。才有鬼嘞！鉴于你的欺诈行为，我们决定从现在开始不接受任何抵押物，只收现金。这块物质看起来可不是什么便宜货。既然这样，这东西就由我们勉为其难收下吧。20万本金，10万利息，加起来这不刚好是30万吗？10万利息，这可比我还黑啊！我在治安局有人，他们不会放过你的。行了行了，找给你3万差不多了啊，利息只收7万，整个新爱丽都都没有这么良心的放贷人了吗？妮可，你还好吗？其实金钱不过是人生的幻觉。老样子，这10000丁尼是你们的酬劳，大家都辛苦了。没问题，再有用得着人的时候，随时邀兄弟们。难道这第二批催债人员都是你找来的老演员？哎呀，这么说多让人误会。混迹街头的人怎能没几个朋友？但如果我的判断没错，刚才那块以太物质应该是真品吧？不愧是你，你是看出来的还是猜出来的？那块物质价值确实不止30万。混迹街头守则第3条，放长线才能钓大鱼。这块东西只是诱饵，重点在剩下的9块上面。对方起了贪心，认定我们无法判断这些物质的真实价值，肯定会抢着来收购剩下的部分。当然，那些都是便宜货了。银货两讫后，对方再想找麻烦，治安局可不会放着不管的。很有想法，可是如果对方不上钩，你打算怎么办？那家伙很贪的，肯定会赌这一把收益大于风险。不过生意场上总有万一。要是他真的不咬钩，那当然是以堂堂正正的力量优势让那东西重回我们手中，这可是狡兔屋很擅长的业务呢。不愧是你，仔细想想确实是妮可才办得到的事情。你果然很了解我。对了，刚才谢谢你的配合啦，看来我们的默契很不错呢。放心，我妮可很仗义的，这次要是能捞一笔大的，回头请你吃饭。
店长，太好了，我有件事要找你帮忙。我打算换一种精油，你觉得该选轻薄型的还是醇厚型的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哎，我说的是枪支用的保养精油啊，店长竟然不知道吗？原来是这个油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以为我说的是别的东西？机器人的润滑油。没错，我的机械关节确实需要不少润滑油，店长还挺关心我的嘛。并不是，而且话题扯太远了。说的也是，我以为店长站的那位帮部也会用类似的产品，想参考一下你的意见了，到底选哪个好呢？可是我这个月剩下的工资只够买一种，不然这层两个都要。可以抛硬币决定。好主意，这种犹豫不决的时刻果然就要交给老天来决定了。这不愧是店长，还有生活的智慧，着实有些过奖了。谢了店长，之后我会给你汇报两种保养精油的使用感受的，你有什么事的话也欢迎随时联系我啊。